再过几天就是万圣节了，不少地方都有相关活动。台北市儿童新乐园举办万圣变装点心趴，只要民众的装扮带有万圣节的元素，就可以免费入园。对着镜头开心比耶，小朋友们发挥创意，打扮成魔女、公主、小南瓜，还有忍者，从头到脚都用心装扮，就是要来参加万圣节变装趴。不止门口挤满人，摊位前同样大排长龙，一旁的科学怪人造型气球也超吸睛，让家长按下快门，忙着捕捉孩子的可爱模样。吸血鬼，我喜欢变形金刚。要参加万圣节活动，感觉很酷。原神里面的草神，伞兵，我在游戏里蛮喜欢这个角色。东西是自己做的，还是妈妈帮你做的？全部都买，3000多块钱。卖家。迎接万圣节，台北市儿童新乐园26号和27号连续2天假日举办第8届万圣变装点心趴，只要身上装扮带有万圣节元素，就可以免费入园。12岁以下小朋友还能免费领取点心包，而且不止小朋友打扮，不少家长也陪着孩子一起装扮。动物方程式的那个朱迪警官，因为他说他喜欢兔子，我们来第3次。今天是西施武士，女儿是长发公主。有这个活动非常开心，只是人也蛮多的，希望大家都很开心，小朋友们都可以玩到。26号这天，除了延长营业时间到晚上9点、晚上8点，还有精彩无人机高空秀及烟火表演，陪伴大小朋友度过美好周末夜晚。记者巨城建国台北报道。